同学大家好，今天嘛，我们的太上感应篇啊，我们上一堂课我们是讲到啊，见他色美起心思之，看到他人妻女啊，就是貌美，然后便起了邪淫之心，这样不好了。这个万恶淫为首。那么呢，我们上堂课也讲了一些，那也举了一些例子。那么事实上我们要断恶修善，大家都知道要怎么样断恶，哪些是恶，哪些是善。那么万恶淫为首，所以这个淫是所有万恶里面的最大的恶啊。那么呢，在这里虽然我们太上老君在这个太上感应篇这里面有关于淫欲方面只用了这几个字，见他色美起心思之，只用这一句话啊，在这里要点醒大家。那么我们注解里面又举了很多很多的例子，那么这个淫欲万恶淫为首，所以我们都想要断恶修善，这里就好好的来，这里要好好的断这个恶。那么呢，注解里面就在提了色欲这件事情，还情最容易触犯呐。我们为什么再讲一下？因为它比贪财、杀生等事情百倍还难以调伏啊。所以啊，这件事情败坏道德，招致灾祸的严酷惨烈，也超过其他事情百倍啊。然而太上老君对贪财杀生等事情不止再三的告诫，我们一直在讲的诸恶章里面太上老君再三的告诫，而独对万恶之首的淫就仅有这一句话，见他色美起心思之，这并非对他的忽略，因为贪财杀生等恶业明显易见，很明显大家都看得出来，可用言语来表明，但是淫欲的罪恶却是隐晦深藏，哪里用言语来表达？所以啊，太上老君就用谴责的口气下笔，从最初一念邪思来唤醒痴迷的人，从你最初的那一念邪念邪思，从这里要你要断这个恶，从这里来唤醒大家。这里所说的见他色美起心思之，是在提醒人们，面对美色的时候，当眼睛看见的时候，这个心念一动的时候，那种思慕贪求的念头就会坚固地纠缠在心中而难以解脱。这种念头一萌起来，一萌生，不必等到身体去犯，
不必等到你去做，就已经违背了天理而陷入了人欲。所以这一念之思，一念这个起心动念，这一念就已经是违背了天理，陷入了人欲。这么一来呢，因福里已经将它列入无穷的罪案了。所以阴间对这个一逆的这个罪恶是判得很重的。所以太上老君无限的慈悲，他不用繁琐的言语，就只用这一句话从此点醒大家，要谨记谨记。还记得我们上堂课讲过的，在阴间里面这个大殿上面那个匾就是万恶淫为首。所以啊，大家要知道我们在这个阳间好像法力还没那么重，但是在阴间它是列入无穷的罪业哦。所以啊，太上老君这一句话无限的慈悲，不繁琐，就是要点醒大家，实在是情切深远，用心良苦之至啊。所以我们今天嘛，因为这个注解里面有好多好多的例子，光是这一句话，注解里面引诱了好多的故事，好多的例子。所以呢，我们就再挑几个例子来跟大家讲解，也希望大家能够谨记谨记。在佛所说的五戒中啊，杀盗淫还有不妄语、不喝酒，佛所说的五戒中，其中有一戒就是不邪淫。若能受持此戒，可感召今生来世父母眷属长寿康宁和睦喜悦，那么呢，妻女贞洁又有善良的果报，这个多好啊！你好好的受持，把这一戒好好的坚持，那么呢，《恶鬼报应经》里面说啊，有一鬼问道，他说啊，他所受报的这个身体，个性诸多的恐怖，常怕别人关闭捆绑他，并还痛打他，从头开始就没有欢喜心，这是犯什么罪过才会受此报应呢？那么大目犍连尊者就回答说啊，你在出生为人的时候啊，好行邪淫之事，侵犯他人妇女，常怕别人发现，所以心中常感不安啊。现在只是花报而已啊，将来果报是在地狱哦。有时要受卧铁床的惨报，有时要受抱铜柱的惨报，这样的罪报哪里严禁啊？所以啊，这个大目犍连就回答他这样子，那么呢，花报变成了鬼，那是花报，将来还要再到大，还要到地狱去受苦，那是果报。那么花报大家都知道，
什么叫花报？比方说我们人为了获得果实而来种树，那么除正得其果实之外，正报果报，真正要的果报就是要果实嘛，那就是真的果报。正得其果实之外，这是果报。兼可得花，因为啊，你种树要让它结果，结果时一定要先开花嘛，先开花才会结果，所以呢，兼可得到花，视为花报，所以花报乃是果报之前所兼得到的，也就是说，你果报还没有到，花报先到了。那么，我们再举例，比方说是以不杀为业因，你不杀，那么因之而得了长寿，长寿这就是花报。所以说啊，你得果报之前的所得到的，那是花报。所以啊，这个大家要晓得啊，这个果报花报。那么呢，我们现在再讲一个例子。归真说啊，后人犯了邪淫罪孽，一生都不可能洗除啊。纵使他有孝子啊、慈孙，也不能替他洗除罪孽。所以啊，淑女闺秀啊，一定要守身如玉，不容有半点的瑕疵。倘若遇到了狂徒，当下就要给颜色，严厉的拒绝，对方自然不敢侵犯。这是妇女的正气，鬼神都会常保护。所以妇女有这正气的话，旁边鬼神都会扶持，都会保护。若是妇女淫乱啊，怎么会没有恶报呢？所以妇女也是要注意啊。这淫欲男女双方都要小心要注意啊。阴间法律啊，就是以投生为猪狗来惩治他的罪过。这个棋子啊，只是在阳间啊遭人唾弃谩骂而已，所以在这里一并的警告劝诫。天界录说啊，书写印字淫书，也就是淫欲方面的书，败坏他人心术，这样子的话呢，死后会堕无间地狱哦。大家要注意，不要胡搞乱搞。再一直到他的淫书都没有了，以及因为看他淫书而作恶的人，罪报都消除了，才能够脱离地狱而投生哦。所以那些书水印制淫书的人也要小心要注意啊。这个明朝啊，袁了凡先生说啊，拿隐晦邪书、不堪入目的图像，以及啊容易招人非议的话语焚化的人啊，必得子孙忠孝节义的善报。就是把那些淫秽的书啊、不堪入目的图像，这些都是太淫秽的图像，还有招人非议的这些啊淫语，这些把它这些不好的淫欲方面这些书啊画着把它烧掉、焚毁，这样的果报呢，就是会得到子孙忠孝节义的善报啊！大家记得。而好读淫秽小说、称扬述说淫秽故事的，或者是
家中啊常有淫秽书画的人，必有子孙当娼妓戏子的恶报啊。所以大家要注意啊，哦，这都是一些大家有时候认为不是很大的一些小事，可是呢也都是有它的果报啊。所以啊大家要特别的注意，从前安徽桐城的姚廷若客送花市戒除邪淫的宣传单，古时候那个印刷没有那么普遍，那么呢安徽桐城的这个姚廷若呢他就用刻的，那么呢印，然后呢发送发誓戒除邪淫的宣传单，那么他格式上面呢写着百样善行孝为先啊，万种罪恶邪淫为首。人之所以易于禽兽，就是因为存心的关系。燕子虽为天空飞鸟，尚且不会扰乱群体。人类禀赋上天四德，上天的四德就是孝悌忠信。那么为何却连禽兽都不如呢？所以勿要以此为依归，发誓要戒除邪淫。倘若再萌邪淫念头，灾祸必速降临我身。如果再犯此一戒律，灾祸必会殃及子孙。唯有希望上天慈悲，哀临证明我的盟誓，暗中护持，默默保佑，生生世世都能平安。这个是从前安徽桐城的姚廷若他刻送的啊，古时候印刷不方便，他刻了然后送啊，这个发誓戒除邪淫的宣传单啊，上面这样子的写着哈。那么呢，凡是领到这张宣传单的人，要聚合几位志同道合的人，另外用纸写这十八句话。刚刚我们念的这十八句话，并且写下住址、籍贯、各式签名、画押、盖指印，很慎重的哦。在北斗神君前，或文昌帝君前，或关圣帝君前，或一切诸佛前发誓后，焚烧这个誓单，永远守戒不可忘，而且每年都要验证一次啊。同志几人在发誓守戒后，立即捐款刻印纸单10000张来送人，希望这美善的方法能够流传不绝。在宣传单后面需附上几则格言和果报的故事，以便警惕世人。这个很值得大家去学习，这是好事，这是劝善。那么呢，我们呢，再举几个例子。古时候，李登啊，这个人在18岁的时候考中乡试解元以后，一直到50岁啊，考不上进士。哇，这真的是18岁就中了解元。50岁考不上进士，因此呢就去拜访叶静法师，请教是什么原因。法师呢就叩求文昌帝君，文昌帝君呢
就命你官吏啊，冥界的官吏拿出官籍给法师来过目。官籍上面呢、啊、写着，李真带着玉印出生，18岁考中解元，19岁考中状元，52岁当上右丞相。由于考上举人后呢，偷窥邻家女妇女洗澡，因此功名延迟了10年，又降低二甲科第。他呢侵占哥哥李峰的房屋，功名又被延迟了10年，降低3甲的科第。那么又奸淫一位正姓的良家妇女，功名又被延迟了10年，现在又强奸邻居侍女，真是作恶不断，不知悔改。他的官籍呢已被消除了，从此终身不能重视。叶静华师就将这些事情告诉李登，李登羞愧含恨而死。所以大家要知道，有些事情在我们现在的法律没有处理的，没办法处理的，而且躲过现在的法律，可是阴间里面都给你记得一清二楚。所以啊，一点都逃不过的。大家要注意。那么再来还有一个故事，龙叔啊，就是龙叔的人啊，现在安徽舒城县的人啊，就是有一个人叫做刘冠，有个儿子叫刘尧举，字唐清啊，他租了一艘船啊，那么带他去考试，船主有一个女儿，那么呢这个呢刘尧举呢就调戏他这个船主的女儿，船主因而看得非常的紧，让这个尧举呢无法去接近他的女儿。到了考试那天呢，那么船主呢认为呢啊，市场蛮紧，生也没有顾虑那么多，那么呢他就放心到啊，商场上去买卖东西。然后这一次的试题呢，正好姚举他非常的拿手，所以他考得非常的快，很早呢就离开了这个考试院了。那么就回到船上，回到船上，因为他坐船去参加这个考试嘛。那么这时候船主还没有回来，那么姚举呢竟然和他的女儿私通。那么呢刘冠夫妇有天晚上呢梦见两位穿黄衣服的人飞快的来报告中榜的名单，说啊，贵公子考中第一名。那么刘冠正要看榜单的时候呢，忽然呢旁边有人呢拿走这个榜单呢、啊、说啊，刘尧举最近做了亏心事，已遭上天处罚了。那么在填写榜单的时候呢，果然呢就以些许的瑕疵呢而被除名，也就榜单上面呢就没有这个尧举的啊上榜的这个名。后来姚举竟因为没有被录取而忧闷而死。哎呀，这也都是一句因为他做了亏心事，本来他应该高中，结果因为他的淫欲
而被剔除了。所以说啊，大家要谨记谨记，很重要的万恶淫为首，大家要特别的注意。我们因为事实上这个例子非常非常的多，所以呢我们就尽量的啊，找一些比较适合的来把它举例，让大家啊做个参考。从前呢有一个人，生平呢作恶多端，他的亲友有一天，他的亲友呢晚上呢就借住在他的家中。那么晚上睡觉的时候，他听到借住在他的家中，听到有两个人对话，两个人在说话。他们说啊，这家的主人呢、恶贯盈满，恶事情做太多了，应该要受恶报了，因为你的恶事做得太多，到了一个程度就要有报应。所以我们常常听说不是不报，只是时候未到。那么当你作恶多端到了满盈太多的时候，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就要受恶报了。其中一个人说，就让他绝子绝孙可以吗？啊，另外一个人说，哎呀，这个恶报太重了。那么呢这个人又说，那么就让他家失火可以吗？也就是说要怎么让这个作恶多端的人受到报应，要受什么样的报应。那么他说，哇，让他啊他家失火，这样可以吗？那个人又说，这样又这个报应又太轻了。那么这个人说啊，王小小啊，那个人就说可以可以。那么这位亲戚呢听到非常的惊讶，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后来过了几年，这家的主人啊迷恋了一位妓女，她的名字就叫做王小小。那么呢这个主人就把这个妓女呢娶回家，这个主人又对这个妓女呢啊言听计从。那么呢这个主人的家呢就被这个妓女呢给离间的骨肉亲情啊都离间了，耗尽家产而死。这就是报应啊。所以说啊，作恶多端啊都是有报应的。这个大家不要想，哎呀，法律上哪里没办法，天地鬼神还有阴间冥界他们都记得一清二楚，你要逃都逃不过的。再来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啊，就是也是古时候的一个例子啊，一个名字叫刘高，在年少的时候，年轻的时候，有一个晚上在灯火下面读书，那么呢有个女孩来调戏他，就将，各位知道古时候的这个窗户啊都是用纸糊的啊，纸糊的啊，在那个啊好像是纸糊在那个木框上面的，好像是这样。那么呢就将这个纸窗呢挖破，你来调戏他，就把这个纸窗挖破，那么这个唐高呢，这个唐公呢就把它补好，并在这个窗上的纸窗上就提了一首诗，说啊，破纸窗容易补，损人阴德最难修。
那么有一天晚上呢，一位啊出家人僧人经过他们家门口，就看到有一块状元匾，状元的匾额，左右悬挂在左右悬挂了两盏灯，那么呢，就是唐公所提的两句话。那么这个出家人呢，觉得很奇怪，就去问他原因。后来，唐公果真考上了状元，所以这个积德啊，这个大家要很注意啊，这个大家不要，这个例子很有意思啊，大家要好好的想，不要想这些啊，反正法律又管不着，又没什么证据或是什么，哎呀，私下做一些损阴德的事情都有报应，你私下积阴德也是有很好的果报，祸福无门啊，为人自招啊，啊，善恶之报就如影随形啊。太上老君开宗明义在这个感应篇里面所讲的这几句话，大家要切记切记。我们再举一个例子，从前鱼干，也就是说这个地方是江西南昌啊东边的地方，有一个陈生啊，这个人他的医术非常的高明。那么有一位穷人病得都快要死的时候呢，陈生呢这个医生呢把他治疗治好了，也不要求回报啊，这个医生真的很好啊，把病人医治好了也不求回报。后来有一次这个医生呢陈生傍晚经过啊这个病人的家的时候，因而就被留下来过夜，留下来住他们家。那么这一家的这个婆婆就告诉她的媳妇说啊，你丈夫的命实在是陈生救活的啊，这个医生为何不陪他过夜以报答恩情呢？媳妇就答应了。到了晚上，媳妇去找这个陈生这个医生，陈生就拒绝说，跟他说你婆婆不会同意吗？不会同意吧。这个媳妇说，这是我婆婆的意思。那么这个医生又说，陈生医生又说，你先生不会同意吧。那么这个媳妇又说啊，他说我先生的命是你所赐的，是你所医好的，他不会干涉的。那么这个医生就说啊，这个陈生就说不可以，不可以这样。那么这媳妇就强行的要陪侍。那么这个陈生就连连的说不可不可。于是呢，这个陈生这个医生就端坐到天亮，而且取来笔跟纸，连写了不可的字样在桌上。这个医生真的很守这个啊德行，很好，非常好，很积了很大的阴德。后来呢几乎不能坚持了，这个医生呢，这个陈生呢就大叫说，不可两字实在很难办到。于是呢这个陈生医生呢就推开窗户，站到庭院淋这个露水，到了天亮以后才离去，才离开。后来陈生的儿子去参加考试，主考官不想录取他的文章，忽然听到有人呼叫说不可，于是就在审阅后又想
再放弃。这时又听到连声的说，有人连声的说不可不可。最后呢，这个主考官呢又在批阅，要决定要放弃的时候呢，又听到大声的呼叫说，不可两字很难做到，而且不停的连说数声。因此主考官因此呢就录取了这个陈生的儿子。后来呢，陈生的儿子呢又考中了进士。这些啊都是机心光明坦荡，没有私欲所得到的果报，就是那个陈生，他机心光明坦荡，没有私欲，他的儿子就被录取了，考中了，又考中了进士，这都是果报。所以啊，这些大家要好好的啊，真的是要听进去啊，机心光明坦荡，没有失意的这些实力，大家啊要把它啊当做啊这些世人的好榜样。当这个天理与人欲在交战的时候，一定要啊真的是坚持啊，就是说光明坦荡啊这个。所以呢，这个案子呢，案例呢，就是说是一个很好的当做世人的这个榜样。我们再讲下面这个例子。从前金华，也就浙江境内，有位齐望，到了50岁还没有儿子。那么他去找相命的相士说啊，相士说啊，你的身上有恶气，必是做了亏心事。那么这个齐望就说啊，我在年少的时候曾奸淫过他人家中的妻妾。这个相士啊大惊的说啊，犯这种罪恶应受绝子绝孙的报应。需要知道啊，奸淫的罪恶最难忏悔，必须要行大善才能回转天意。要行大善才能回转天意。期望啊因而悔改，开始第一年啊，别人要做善事啊，他就乐于施舍，一点也不吝啬。像是跟他说，还不够了，你做这点善事还不够了，再过了一年，还一难以施行的善事，他都首先捐出半数以上。像是跟他说，还是不够了。到了第三年，他就独自一个人行善，不肯骚扰别人，也就是说有什么善事要做，他就一人承担啊，把他全部都好好的做了。那么像是说啊，你的阴质纹呢已经浮现了，因为你的善事啊做的啊要行大善嘛，那么你现在做够了，有所以你阴质纹就浮现出来了，不怕没儿子了。后来呢，果然生了一个儿子。那么这个齐望呢，活到70岁，还能够含饴弄孙。所以啊，大家想要求什么，看你有没有积阴德啊，看你有没有真的好好的行善啊，要行大善啊，善要积累啊。明朝有一个人叫做吕青，平日的喜欢谈论
淫秽之事，还有呢偷看妇女。到了30岁呢还很贫穷。那么呢他的两个儿子的相继死亡，有一天呢他忽然暴毙，看到祖父，他的祖父很生气地对他说，我们家两代积善，可使你得到巨富的福报，谁知道啊你却心爱美色，口眼都在造孽，福报都快消尽了，我怕你再犯下邪淫，所以怕你再犯下邪淫的这个罪恶之事，那么呢后世就没有希望了，所以呢才肯诚恳地哀求冥王啊，把你拘捕到地府看看，你便会知道利害关系啊。这个吕青说啊，我听人说奸淫他人妻女会得到劫持的报应，我实在也很害怕，所以就未曾换过。旁边一位民官说啊，其实是绝子而已，如果女人来勾引你就顺水推舟不拒绝，这只有绝子的报应而已，若是引诱或逼迫即常犯此罪的人，破坏伦理的人，堕胎杀夫的人，这是何等的罪恶，其实绝子而已。对于邪淫的罪恶，阳间的法律处罚较宽，但阴间法律却处罚得很严重，各位要知道啊，阳间处罚较宽，阴府阴间法律处罚得相当严重。凡是人心一动欲念，三尸神就会自排，赵金和城隍就会申报上天。如果他们隐瞒遗漏，便是大过。你去看看今天花落，神是投胎转身便知道了。那么呢，因为他就到了冥界去了，那么呢，啊，等于说冥界那里。就给他看了这些，又过了一会儿呢，鬼族带着一群邪淫的罪犯，身系枷锁跪在堂前，冥王呢，严厉吩咐说啊，就某人呐、啊，某人呐、啊，某人转世成乞丐，某人转世成疯子，某人转世成啊哑巴，某人转世成娼妓、瞎子。或是某人转世两世当牛，某人的14世为猪，随后都有鬼族压出去投胎转生。吕青看了吓得全身毛骨悚然。民官说啊，还有比这个更严厉严重的，你千万不要贪图短暂的欢乐而失去人生，应该远离女色，和婢贱一般，而且要刻印文章劝诫世人。后来呢，冥王呢，冥官呢，就把李青再放回阳间，李青就将此事刻印成《游冥录》，印制万章来警醒世人。并且尽力去做善事。到了40岁的时候，他连生了2个儿子，又起出来，啊，家中1两黄金以行善，随即他就脱离尘俗了，前往南海修道。此事是由李清同理的
蔡青所记述。所以啊，大家要知道，以上啊，这个案例啊，就是将忏悔邪淫所得的善报编列一次，用来告诫已患的人，能够坚定忏悔的信心，实在是转祸为福的方法。大家要记住，邪淫的罪孽，笔下难以写尽啊，说也说不完啊。只是每天都希望聪明的人、愚笨的人、未患的人、已患的人，各个自我深思反省，提早良心发现就好了。好，我们啊，今天啊，我们呢、啊、就把见他色美，起心思之讲到这里。我相信大家应该都要警惕自己，啊，不要患这个啊，这个，大家好好的警惕。这也是太上老君非常的慈悲，要大家从起心动念的时候就要好好的注意太上老君无限的慈悲啊。只是用这句见他色美起心思之，让大家要从你的心上，你的心念啊，来起修。心念一动，淫欲的念头，心念一动，后果不堪设想，不必等到身体去犯，就已经违背了天理啊。所以说啊，这个大家要好好的注意，谨记谨记。太上老君用这句话在此处点醒大家，实在是用心良苦，大家要得到教训。 OK， 好，那么我们接着呢，下一段就是护他祸财，愿他生死，劝人的财物，希望他死，不必还债。凡是借别人的器具没有偿还的意愿，都是属于这一类的啊，这属于偷盗的行为啊，借而不想还啊，是现代人常见的心态。这样的心态后果不堪设想，用偷盗的心怎么能够发财呢？怎么能够过幸福的生活呢？所以说啊，大家这个要特别的啊注意。佛家讲啊，偷盗的范围非常的广泛，古德称偷戒啊，盗戒为不逾矩。凡是有主之物，主人有主人啊，有主，这个物有主啊，主人没有表示赠送，无论你用什么方法手段得到，这都犯这条戒律啊。所以啊，大家要谨记，向他人借财物，如果不想归还，就是盗心了、啊、如果还希望别人早点死，罪过就更大了。佛说啊，生这种心念的人已经是畜生了，来生的果报必堕恶道。但是世人的眼光短浅，只见眼前的小利，不知道后患无穷。哎呀，所以说世间人啊，眼光太浅显啊。我们真的是大家要好好的修啊。佛经上面说，
三恶道易入而难出。三恶道的原因就是贪嗔痴。佛教导我们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目的就是让五毒恶道熄灭啊！大家要好好的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我们下一堂课我们再继续。好，谢谢各位。